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现代文学、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军事天地、历史相关、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港台作品、侦探小说、名家风采、报告文学、中文书库大于古典文学大于罗贯中作品集、三国演义、第001回宴桃园豪杰三杰一展黄金英雄首立功，第002回张翼德路边都游何国救谋诸幻术，第003回忆温明董卓赤丁元馈金珠李素说吕布，第004回被汉帝臣刘建为谋董贼孟德献刀，第005回发角赵朱镇应曹公破官兵三英战吕布，第006回焚金阙董卓行凶意欲喜孙坚被约，第007回袁绍盘河战公孙孙坚跨江急流表，第008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009回除暴兄吕布助司徒范长安李阙听贾诩，第010回秦王室马腾举义报复仇曹操兴师，第011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第012回陶公祖三让徐州曹孟遂大战吕布，第013回李阙郭汜大交兵杨奉董陈双救驾，第014回曹孟德一驾幸许都吕奉先陈夜袭徐郡，第015回太史慈憨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第016回吕奉先设计辕门曹孟德拜师遇水，第017回袁公路大起七军曹孟德会合三江，第018回贾文和廖敌决胜夏侯惇拨使弹金，第019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与命，第020回曹阿瞒许田打为董国舅内阁受诏，第0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撰成斩车胄，第022回袁曹各骑马步三军关张共秦王刘二江，第023回倪振平裸衣骂贼及太医下毒遭刑，第024回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第0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世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026回原本出败兵折将关云长挂应风巾，第027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第028回斩蔡阳兄弟是一会古城主城聚义，第0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闭眼而坐领江东，第030回战官渡本初拜季节乌巢孟德烧粮，第031回曹操仓亭破本初玄德荆州一流表，第032回夺冀州袁尚真封爵张和许攸献计，第033回曹丕臣乱纳甄氏郭嘉仪既定辽东，第034回蔡夫人隔屏听密与刘皇叔跃马过檀溪，第035回玄德南张弘引苍丹伏星野玉英主，第036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原直走马见诸葛，第037回司马徽在建宁市刘玄德三顾草庐，第038回定三分龙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第039回荆州陈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出用兵，第040回蔡夫人义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第零四一回刘玄德挟名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第零四二回张翼德大闹长板桥刘豫周败走汉津口。第零四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第零四四回孔明用智击周瑜孙权绝计破曹操。第零四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第零四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第零四七回看则密献诈降书庞统巧受连环计。第零四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所战船北军用武。第零四九回七星坛诸葛计封三江口周瑜纵火。第零五零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第零五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孔明遗弃周公瑾。第零五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取贵阳。第零五三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第零五四回吴国太佛寺探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第零五五回玄德智击孙夫人孔明二气周公瑾。第零五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第零五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凤雏李氏。第零五八回马孟起兴兵雪恨曹阿瞒割须弃袍。第零五九回许朱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问韩遂。第零六零回张永年返南阳修庞氏园一取西蜀。第零六一回赵云杰将夺阿斗孙权遗书退老蛮。第零六二回取扶关杨高授首功落成皇位争功。第零六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张翼德义释严颜。第零六四回孔明定计捉张任杨父借兵破马超。第零六五回马超大战加盟官刘备自领益州牧。第零六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扶皇后为国捐身。第零六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帝张辽威震逍遥津。第零六八回甘宁百骑节为营左辞职悲戏曹操。第零六九回古州驿馆路之机讨汉贼武臣死节。第零七零回猛张飞智取瓦口爱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零七一回战对山黄忠义呆牢据汉水赵云寡胜众。第零七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第零七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第零七四回庞令明台趁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第零七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第零七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第零七七回玉泉山关公险胜洛阳城曹操感神。第零七八回智封及神医生死传一命兼雄树中。第零七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直线书刘封伏法。第零八零回曹丕废帝篡言刘汉王正位续大统。第零八一回及兄仇张飞遇害雪帝恨先主兴兵。第零八二回孙权将位受九锡先主征吴赏六军。第零八三回战萧亭先主的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第零八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第零八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诸葛亮安居平武路。第零八六回南张温情密逞天变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零八七回真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望出受职。第零八八回渡泸水在赴藩王时诈降三秦孟获。第零八九回五乡侯四番用计南蛮望五次遭秦。第零九零回屈据善六破蛮兵烧藤甲七秦孟获。第零九一回祭泸水汉乡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第零九二回赵子龙力斩武将诸葛亮智取三城。第零九三回江国约归降孔明武乡侯骂死王朝。第零九四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马懿克日秦孟达。第零九五回马谡拒见师皆停武侯谈秦退仲达。第零九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防断发传曹休。第零九七回讨魏国武侯在上表破曹兵姜维诈献书。第零九八回追汉军王双受诛袭陈仓武侯取胜。第零九九回诸葛亮大破魏兵司马懿入寇西蜀。第一百回汉兵劫寨破曹真武侯斗阵鲁仲达。第一百零一回出陇上诸葛庄神分剑阁张合中计。第一百零二回司马懿战北原魏桥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虎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攘心。第一百零四回与大兴汉丞相归天见木相为都督丧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御府锦囊继位主差取陈漏盘。第一百零六回公孙渊兵败死襄平司马懿诈病传曹爽。第一百零七回魏主正归司马氏姜维兵败牛头山。第一百零八回丁奉雪中奋短兵孙俊袭监师逆计。第一百零九回困司马汉将其谋废曹方为家果报。第一百一十回文鸯丹其退雄兵姜维被水破大敌。第一百一十一回邓世凯致败江国约诸葛诞一讨司马昭。第一百一十二回就受春于权死劫取长城国约敖兵。第一百一十三回丁奉定计斩孙申姜维斗阵破邓艾。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驱车死南阙姜维弃粮胜魏兵。第一百一十五回赵班师后主信禅脱屯田姜维必获。第一百一十六回钟会奋兵汉中到武侯险胜定军山。第一百一十七回邓世凯偷渡阴平诸葛瞻战死绵竹。第一百一十八回姑祖庙一王死孝入西川二世争功。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陈虚化在受禅一样化葫芦。第一百二十回见杜玉老将献新谋将孙浩三分归一统。http 冒号双斜线 www.bwsk.net 斜线 jb 斜线 l 斜线 lopunzong 斜线 sjyy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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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中文书库《水浒传》施耐庵120.xhpn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现代文学，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军事天地，历史相关，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港台作品，侦探小说，名家风采，报告文学，中文书库大于古典文学大于施耐庵作品集《水浒传》
蝎子张天师其攘瘟疫红太尉误走妖魔。第零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第零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权打镇关西。第零三回赵员外重修文书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零四回小霸王醉入霄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第零五回九纹龙捡尽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第零六回花和尚到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零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到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零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红教头。第零九回林教头封雪山神庙入于后火烧草料场。第十回朱贵水亭师号见林冲雪夜上梁山。第十一回梁山坡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及先锋东郭争功。第十三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朝天王任意东西村。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第十五回杨志押送金银丹吴用智取生辰纲。第十六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送功名私放朝天王。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病火朝盖梁山小夺伯。第十九回梁山坡一世尊朝盖运城县月夜走流堂。第二十回前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媳。第二十一回阎婆大闹运城县朱仝义士宋公明。第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刘兵景阳冈武松打虎。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韵歌不分闹茶肆。第二十四回王婆记错西门庆淫妇要正武大郎。第二十五回偷骨执和酒送丧工人头五二设计。第二十六回午夜插梦周到卖人肉五兜头十字坡遇张青。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平安寨施恩一夺快活林。第二十八回施恩重霸梦周到武松醉打蒋门神。第二十九回施恩三度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第三十回张兜监且见鸳鸯楼五行者夜走蜈蚣岭。第三十一回五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士宋江。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第三十三回镇三山大闹青州到霹雳火夜走瓦砾场。第三十四回石将军村店记书小李广梁山设宴。第三十五回梁山坡吴用举戴宗接杨岭宋江逢李俊。第三十六回梅遮拦追赶及时雨船火而夜闹浔阳江。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斩浪李白条。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引反师梁山坡戴宗传假信。第三十九回梁山坡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第四十回宋江智取吴畏军张顺活捉黄文炳。第四十一回海盗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第四十二回贾李逵捡净劫单身黑旋风以领杀四虎。第四十三回警豹子小径逢戴宗并关所长接绿石秀。第四十四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自杀裴如海。
第四十五回，并关索大翠屏山拼命三火烧住家店。第四十六回，呼天雕两修生死书送功名一打住家庄。第四十七回，一丈青丹捉王矮虎送功名二打住家庄。第四十八回，解真解宝双月玉孙立孙心大劫牢。第四十九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送功名三打住家庄。第五十回，插翅虎家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第五十一回，李逵打死阴天赐柴进失陷高唐州。第五十二回，戴宗二取公孙胜李逵独披罗真人。第五十三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黑旋风下井救柴进。第五十四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百步连环马。第五十五回，吴用使时迁偷假汤龙传徐宁上山。第五十六回，徐宁教使勾连枪宋江大破连环马。第五十七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坡。第五十八回，吴用传金陵吊挂宋江闹西岳华山。第五十九回，公孙胜芒砀山将魔朝天王曾投世中见。第六十回，吴用志传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第六十一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第六十二回，宋江兵打大明城关胜一取梁山坡。第六十三回，呼延灼月夜传关胜宋公明雪天晴所抄。第六十四回，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抱冤。第六十五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第六十六回，宋江赏布三军关胜降水火二江。第六十七回，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第六十八回，东平府务县九纹龙宋公明义释双枪将。第六十九回，梅雨剑飞时打英雄宋公明气量情壮士。第七十回，忠义堂时节受天文梁山郭英雄惊噩梦。第七十一回，梁山坡英雄排座次宋公明慷慨化夙愿。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第七十三回，黑旋风桥捉鬼梁山坡双线头。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受张桥做牙。第七十五回，活阎罗盗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第七十六回，吴家亮布四斗五方旗送功名牌九宫八卦阵。第七十七回，梁山坡十面埋伏送功名两银铜冠。第七十八回，时节度一取梁山坡送功名一拜高太尉。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宋江两拜高太尉。第八十回，张顺凿漏海秋船宋江三拜高太尉。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出乐河。第八十二回，梁山坡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火受招安。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扩大聊城桥一滴泪斩小卒。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冀州城卢俊义大战玉田县。第八十五回，宋公明夜渡义经关吴学究智取文安县。第八十六回，宋公明大战独鹿山卢俊义兵陷青石峪。第八十七回，宋公明大战幽州呼延灼力擒翻江。第八十八回，严统军阵列混天象宋公明梦受玄女法。
第八十九回，宋公明破阵成功，素太尉班恩降诏。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玉故。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转成黑夜。第九十二回，郑军威小李广神箭打盖俊智多心密仇。第九十三回，李逵梦到天池，宋江兵分两路。第九十四回，关胜义将三江，李逵莽陷众人。第九十五回，宋公明中赶后土桥，道清树败宋兵。第九十六回，幻魔军数迥五龙山，入云龙兵为百骨岭。第九十七回，陈官见官身安抚琼英，处女作先锋。第九十八回，张清源配琼英，吴用计正乌离。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脱圆禅，紧混江龙水灌太原城。第一百回，张清琼英双剑攻城关，宋江同奏捷。第一百零一回，谋焚地阴险缠密岛，春阳妖艳身奸。第一百零二回，王庆英奸吃官司公，端被打失军犯。第一百零三回，张管营因窃地丧身，范杰即位表兄依脸。第一百零四回，段家庄中招新女婿房山寨，双并救强人。第一百零五回，宋公明避暑辽军兵，桥道清回风烧贼寇。第一百零六回，书生谈笑却强敌水军，古梅破奸臣。第一百零七回，宋江大胜济山军，朱武打破六花阵。第一百零八回，桥道清心误取陈小旋风藏炮击贼。第一百零九回，王庆渡江被捉，宋江脚扣成功。第一百一十回，燕青丘陵渡射宋江东京城献俘。第一百一十一回，张顺夜赴金山寺，宋江智取润州城。第一百一十二回，卢俊义奋兵宣州道，宋公明大战平陵郡。第一百一十三回，混江龙太湖小结义，宋公明苏州大会该。第一百一十四回，宁海军宋江吊孝勇金门，张顺归神。第一百一十五回，张顺魂捉方天定，宋江智取宁海军。第一百一十六回，卢俊义奋兵射州道，宋公明大战乌龙岭。第一百一十七回，睦州城建设邓元觉乌龙岭，神助宋公明。第一百一十八回，卢俊义大战玉岭关，宋公明智取清溪洞。第一百一十九回，鲁智深浙江作画，宋公明衣锦还乡。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了而归，宗帝梦游梁山坡。http 冒号双斜线 www.bwsk.net 斜线 jd 斜线 s 斜线 shameless 斜线 sh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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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中文书库《西游记》吴承恩 ，HTM， 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现代文学、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军事天地、历史相关、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港台作品。侦探小说、名家风采、报告文学、中文书库大于古典文学大于吴承恩作品集、西游记。西游记却以丰富归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
并将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形象化为妖魔鬼怪所设置的八十亿难，以动物幻化的有情的精怪生动地表现了无情的山川的险阻，并以降妖伏怪歌赞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小说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第零零一回，灵根郁郁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零零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和元神。第零零三回，四海千山皆拱服九幽十类尽除名。第零零四回，观风弼马星河族名著其天意未明。第零零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第零零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第零零七回，八卦炉中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第零零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赴陆成光蕊赴任逢灾将刘僧复仇报本。第零零九回，元首陈妙算无私屈老龙王捉计犯天条。第零一零回，二将军宫门正轨唐太宗的府还魂。第零一一回，还寿生唐王尊善果度孤魂萧雨正空门。第零一二回，玄奘秉承见大会观音显像化金蝉。第零一三回，现虎穴金星解厄双叉领国清流僧。第零一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零一五回，蛇盘山诸神暗又因筹建一马收江。第零一六回，观音院僧谋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第零一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皮怪。第零一八回，观音院唐僧脱男高老装行者降魔。第零一九回，云战动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第零二零回，黄风岭唐僧有南半山中八戒真仙。第零二一回，护法摄庄刘大圣须弥林即定封魔。第零二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凤法收悟净。第零二三回，三藏护忘本四圣是禅心。第零二四回，万寿山大仙刘固有武装观行者窃人身。第零二五回，镇元仙赶捉取经僧孙行者大闹武装关。第零二六回，孙悟空三岛求方观世音甘泉国术。第零二七回，师魔三戏堂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零二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一黑松林三藏逢魔。第零二九回，脱南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第零三零回，邪魔清正法一马一心缘。第零三一回，猪八戒一击猴王孙行者至降妖怪。第零三二回，平顶山公曹传信莲花洞木母逢灾。第零三三回，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零三四回，魔王巧算混心元大圣腾那片宝贝。第零三五回，外道施威七正性心元过宝符邪魔。第零三六回，心元正处朱元符劈破旁门见月明。第零三七回，鬼王夜夜堂三藏悟空神话引婴儿。第零三八回，婴儿问母之邪正金木参玄见假真。第零三九回，一粒金丹天上的三年不主世间身。第零四零回，婴儿戏化禅心乱圆马刀归木母空。第零四一回，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第零四二回，大圣因擒败南海观音慈善赴红孩。
第零四三回黑河妖孽情僧去西洋龙子捉陀回第零四四回法身缘运逢车立心正妖邪渡己关第零四五回三清官大圣留名车迟国侯王显法第零四六回外道弄强七正法心缘显圣灭诸邪第零四七回圣僧业祖通天水晶木锤辞救小童第零四八回魔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吕层冰第零四九回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于蓝第零五零回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欲魔头第零五一回心缘空用千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零五二回悟空大闹金山兜动如来暗示主人公第零五三回缠主吞参怀鬼运黄佛运水解邪胎第零五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缘定寄托烟花第零五五回色邪淫戏堂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第零五六回神狂诸草扣到内放心缘第零五七回真行者落家山诉苦假猴王水帘洞腾文第零五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第零五九回唐三藏入祖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第零六零回牛魔王霸战赴华严孙行者二调芭蕉扇第零六一回猪八戒助力拜魔王孙行者三条芭蕉扇第零六二回敌垢洗心为扫塔覆魔归正乃修身第零六三回二僧让怪闹龙宫群圣除邪祸宝贝第零六四回荆棘领悟能努力悟仙安三藏禅师第零六五回妖邪假设小雷音四众皆遭大恶难第零六六回诸神遭毒手弥勒缚妖魔第零六七回拯救陀罗禅性稳脱离秽污道心清第零六八回朱子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师为三折功第零六九回新主夜间修药物君王言上论妖邪第零七零回妖魔宝放烟杀火悟空祭道紫精灵第零七一回行者假名将怪观音现象伏妖王第零七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着构全八戒忘形第零七三回情因就恨生灾毒心主遭魔性破光第零七四回长根传报魔头狠行者失位变化能第零七五回心缘钻透阴阳窍魔王还归大道真第零七六回心神居舍魔归性木母同降怪体真第零七七回群魔七本性一体拜真如第零七八回比丘莲子潜阴神经殿石魔谈道德第零七九回寻洞奇妖逢老寿当朝正主救婴儿第零八零回刹女玉阳求配偶心缘护主时妖邪第零八一回镇海寺心缘之怪黑松林三众寻师第零八二回刹女求阳元神护道第零八三回心缘时的单头刹女还归本性第零八四回南灭加持缘大觉法王成正体天然第零八五回心缘度木母魔主祭吞禅第零八六回木母助威真怪物精功施法灭妖邪第零八七回奉仙具冒天旨与孙大圣劝善失灵第零八八回禅道玉华师法会心缘木母受门人第零八九回黄师金虚设丁法眼
金木土忌闹抱头山第零九零回师师受受同归一道道禅禅敬九零第零九一回金平府原夜观灯玄阴洞唐僧共撞第零九二回三僧大战青龙山四星斜捉犀牛怪第零九三回给孤猿问古坛因天竺国朝王玉偶第零九四回四僧宴乐玉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第零九五回假和真行情欲兔真因归正会灵园第零九六回寇员外喜呆高僧堂长老不贪富贵第零九七回金绸外户遭魔毒甚显幽魂救本源第零九八回元首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剑真如第零九九回九九属完魔产尽三三行满道归根第一百回进回东土五圣成真http 冒号双斜线 www.bwsk.net 斜线 gd 斜线 w 斜线 watchengen 斜线 xyj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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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中文书库《红楼梦》曹雪芹 HTM。http 冒号双斜线 www.bwsk.net 斜线 gd 斜线 c 斜线 coxuking 斜线 hlm 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现代文学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军事天地历史相关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港台作品侦探小说名家风采报告文学中文书库大于古典文学大于曹雪芹作品集《红楼梦》第一回真是以梦幻时通灵贾雨村封城怀闺秀第二回贾夫人先是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三回贾雨村迎元复就职林黛玉抛妇进京都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引仙牢区演《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出世云雨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第七回宋宫花甲脸戏西凤燕宁府宝玉会秦钟第八回比通灵金英为陆毅探宝钗黛玉扮寒酸第九回恋风流情有入家塾其嫌疑顽童闹学堂第十回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张太医论病戏穷源第十一回庆寿成宁府排家宴见西凤贾瑞起迎新第十二回王西凤独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宫月见第十三回秦可卿死丰隆进位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入夜北晋王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剑寺秦金卿的去馒头庵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金卿邀侍黄泉路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提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第十八回隔珠帘妇女免钟情糯香馆姐弟才提咏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一绵绵近日欲生香第二十回往昔奉正言但杜意林黛玉俏与血交阴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称甄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第二十二回听屈文宝玉误禅机至灯谜贾政悲衬语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宴曲景芳心第二十四回醉金刚心才上一侠痴女儿一怕惹相思第二十五回演魔法解地逢五鬼《红楼梦》通灵玉双针第二十六回封妖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修龙红麝串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生海岛福痴情女情重月真情第三十回宝钗借扇击带双敲灵官画墙诗集局外第三十一回思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福白首双星第三十二回素肺腑心迷火宝玉寒池乳情烈死金钏第三十三回手足丹丹小动唇舌不孝种种大臣吃踏第三十四回情钟情殷勤感妹妹错礼错以错劝哥哥第三十五回白玉串清长莲叶根黄金樱巧结梅花落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照降云轩十分定情物离相远第三十七回秋爽摘藕结海棠社横无怨夜拟菊花题第三十八回凌霄香回夺菊花诗薛横无讽和螃蟹咏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秦哥哥偏寻根究底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第四十一回龙翠安茶品梅花雪怡红院结玉母蝗虫第四十二回横无君蓝颜解一品潇湘子雅血补余香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搓土味香第四十四回变身不测凤解泼醋喜出望外平儿李庄第四十五回金兰泣户口金兰语风雨戏份至风雨词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士绝鸳鸯偶第四十七回呆霸王吊情遭苦打冷郎君拒或走他乡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物思游意木雅女雅集苦吟诗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歌星淡山第五十回如雪安贞莲及锦诗暖香雾雅至春灯谜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眼瞎虚浊咏晴雯并补却金球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城府旧套王熙凤孝戏彩斑衣第五十五回汝亲女余妾真贤妻七幼主雕无序显心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心力除宿病十宝钗小慧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惠子捐情辞是盲玉，慈姨妈爱与未吃平。第五十八回，杏子因假凤气虚黄，欠纱窗真情魁失礼。第五十九回，柳叶主编称因扎燕，降云轩里照江飞浮。第六十回，茉莉本替去蔷薇消，玫瑰漏引来茯苓霜。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绝玉瓶而行权。第六十二回，憨香余醉眠芍药阴，呆香临情解石柳裙。第六十三回，寿怡红裙方开夜宴，此今单独宴礼清丧。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啼舞美吟，浪荡子卿以九龙配。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取尤二姨，尤三姐私嫁柳二郎。第六十六回，秦小妹耻秦归的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第六十七回，见土仪平清思故里，闻密室凤姐训家童。第六十八回，苦由娘转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绝大限吞身金自是。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第七十一回，嫌弃人有心生嫌弃，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修说柄，来望父已是霸成亲。第七十三回，吃丫头误食绣春囊，诺小姐不问泪金凤。第七十四回，祸奸缠抄检大观园，使孤介杜绝宁国府。第七十五回，开夜宴一照发杯音，赏中秋新词的佳衬。第七十六回，突壁堂品笛感凄清，凹金管连诗悲寂寞。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腰风流，美幽灵展情归水月。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争鬼画词，痴公子杜撰芙蓉泪。第七十九回，薛文龙毁曲河东诗，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第八十回，美香凝屈受贪夫棒，王道士湖州杜富芳。第八十一回，战望相似美钓鱿鱼，凤言辞两番入家塾。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意景玩心，并潇湘痴魂惊噩梦。第八十三回，沈公为贾元妃染样，闹归本薛宝钗吞身。第八十四回，是文字宝玉使提亲，探金风贾环众结怨。第八十五回，贾存周报身郎中任，薛文起复惹放流行。第八十六回，寿司会老官翻案牍，寄贤情书女解情书。第八十七回，感深秋抚琴悲往事，坐禅寄走火入邪魔。第八十八回，博庭欢宝玉赞孤儿，郑家把贾珍编汉服。第八十九回，人王误在公子填词，舍引杯公平清绝力。第九十回，失眠衣品女耐熬槽，宋国品小郎金叵测。第九十一回，纵迎新宝禅宫设计，不宜正宝玉望谈禅。第九十二回，品女传巧解目贤良，玩母猪假正餐聚散。第九十三回，甄家葡头靠贾家门，
水月安仙翻风月案第九十四回宴海棠假母赏花妖，施宝玉通灵之奇祸。第九十五回因而成十元飞轰事，以假混真宝玉疯癫。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谢机关平而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粉搞断痴情，薛宝钗出归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将朱魂归离恨天，病神因泪洒相思的。第九十九回守关真恶魔同破例，月底报老舅自担惊。第一零零回破好事相邻结生恨，悲远嫁宝玉感离情。第一零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散花似神千金一照。第一零二回宁国府骨肉病灾惊，大观园府水区妖孽。第一零三回失足迹金贵自焚身，妹真禅与村空欲救。第一零四回醉金刚小秋生大浪，痴公子于痛处前情。第一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匆马使弹劾平安州。第一零六回王熙凤至祸报修残，假太君倒天霄祸患。第一零七回散于资假母明大义，富士执政老穆天恩。第一零八回强欢笑横无庆生辰，死缠绵潇湘闻鬼哭。第一零九回后方魂舞而成错爱，还夜债隐女反真元。第一一零回使太君受终归的福，王凤姐力驱失人心。第一一一回鸳鸯女训主登太虚，狗至奴七天招火到。第一一二回活鸳夜庙迷遭大劫，死重重召妾赴明曹。第一一三回忏诉冤凤解脱村玉，是救汉情必感痴狼。第一一四回王熙凤力换反金陵，真应加盟恩还玉阙。第一一五回过偏思袭春始素质，正同类宝玉师相知。第一一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宋词旧故乡全孝道。第一一七回祖超凡家人双富裕，新剧党二子独成家。第一一八回既为贤救兄妻弱女，金迷与妻妾见痴人。第一一九回中相回宝玉却成缘，穆皇恩贾家言事则。第一二零回真是隐祥说太虚情，贾与村归结红楼梦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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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